您好，欢迎您再次收看给你点上新灯。现在让我们热烈掌声再来欢迎真佛宗的根本禅师上师莲生活佛。谢谢谢谢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好。也欢迎大家啊。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师尊啊，最近在这个文章当中啊，这个其实已经好几次都有提到了，就是其实我们在台湾呢是非常流行所谓的这个人间佛教。那么师尊在您的文章还有您的看法里头呢，对这个人间佛教呢，您最近有一些比较不太赞成的这样子的文章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是好事，为什么您不是那么样的认同，是什么原因？我们先想请教一下师尊。好啦好啦，这个人间佛教，嗯哼，如果在世俗法，佛教分为这个俗谛跟圣谛、嗯、是，如果在俗谛来讲，嗯哼，人间佛教是对的，哎，俗谛、嗯、世俗谛、啊、嗯哼，我为什么比较不赞同人间佛教呢？嗯哼，因为我现在几乎是走在圣谛上面、嗯、就神圣的这个地义地上面来讲人间佛教的。嗯，其实人间佛教，嗯哼，跟这个基督教、跟天主教、跟回教、跟世界所有的宗教，嗯哼，没有分别。嗯哼，他们都做得到。嗯哼，他们已经在做了，佛教反而是比较慢慢做的。嗯哼，所谓人间佛教是注重专注在人间，把人间变成一个净土。对啊，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喊口号，都认为人间是净土把人间变成非常好。嗯哼哼，但几时你看过人间净土啊？是越来越好呢，还是越来越不好呢？不好，对，没好过。所以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认为我还要转世为什么人什么人。嗯，很多佛教团体讲我要转世成为什么人什么人，那不是违背了佛陀当初的所讲的吗？哦，这样子是违背的。那释迦牟尼佛讲人间是佛宅啊，要赶快出离呀。嗯，你在人间佛宅里面是在修行，嗯哼，修行成果以后要赶快出离人间，所以有佛法华经里面有佛宅的比喻，就是说人间是一个佛宅。嗯哼，还是五浊恶世，浊水溪的浊，五浊恶世，想把五浊恶世改成为人间净土，这是很多人的理想，没有错，我们很赞扬这一种理想，并没有错，并没有错，但是可能吗？可能吗？我刚刚讲了一个一个笑话，就是是 Jackie Chan 的笑话，成龙的笑话，他说他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过错。嗯，他讲过，对，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过错，那所有的男人，嗯，都不是好人了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男人可能没有错吗？人间可能会有净土吗？但是钱如果没有两个会想吗？女人也没有错吗？女人你不去抛媚眼，他会上吗？男想女如隔山，女追男，你想男，嗯哼，隔层纸。所以其实不要讲男人的错，女人的错都是错，单单这一条就是错，这一条就没有办法给它完整过来。人间佛教，人间净土有可能吗？可是现在有些人会把它当作一种成绩啊，你说哎，现在到哪里有了灾难，就某一个慈善单位，他一定会出现在那边，然后变成说国际间就了解说，哎，
就是他是什么佛教什么的慈善单位，那或者说哎，大陆客来到台湾了，就去什么山去这个观光，就促进了这个经济的带动，人间变得有钱这样。然后到了比方说一样啊，我们如果去这个少林寺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他们这些少林我们会知道说他是信佛教的。你知道我现在所看到的人间是怎么样子吗？我以前看过蚂蚁在搬米，一个国家的蚂蚁，然后他搬了很多的米帮助另外一个国家，蚂蚁国的那一个国的布施，然后这个蚂蚁国的人就讲，我们功德做得非常的大，我们是功德会，我们把蚂蚁的世界弄得像净土一样。人也是这个样子。人在做善事也跟蚂蚁一样，在我的眼睛里面只是搬这一些到另外，只是搬这一些东西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从另外一个地方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从另外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就是善事，这个就是布施，这个就是人间转来转去。这是好的，这是属于好的。还有不好的，不好的不用讲。所以现在过了这么久，蚂蚁还是在继续搬，人还是继续在做。但是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要推广的真正创立佛教的那个精神目的，没有人能够去观光得到或者利用这样子。我曾经讲这个龙树菩萨，他不是讲说佛陀说法有四种，分成四种吗？就最后的那个第一义谛，重点是第一义谛，因为我已经走到第一义谛，所以我认为其他三种是俗谛，是世俗谛。世俗谛把它做好，当然非常的好，我也赞扬。但是我不能赞同，就是说你只专注于人间佛教。人间的佛教。你只专注于人间的佛教。那么你不专注于这个成佛，便没有专注于成佛，或者到其他的佛国，好像极乐净土啦，这个西方极乐净土、东方妙喜净土、阿出佛国啊、弥勒净土啊，你没有专注在那里，你只专注在人间，把所有的人引导到人间做善事，这个是一种错误。只是做善事，那大家每一个宗教都在做。对，那不要挂佛教的名，就不用，你就挂红十字会的名就可以了。所以，而且现在有一些人他会认为说，佛教就代表吃素的人，然后你怎么没有吃素？他们好像都搞错了哈，那个观念都是一错再错。对他们佛教徒，他们是那个慈善单位的。就是说把佛教就一定是跟吃素做慈善，然后有大山，这就是佛教，这个都是很佛真正的目的是这样子讲，佛在开悟的时候啊，他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时候，他知道世间的所有的人不容易了解他，不容易了解他的证悟，所以他很快他就要离开人间，他不愿意不想，就很快就要涅槃，不想说法，因为他的领悟世间的人不会了解。